民国六十年代十大建设，重化工业及机械、资讯与电子等策略性工业，带动台湾经济朝向高度成长，却因台湾退出联合国与美国断交之际，国内政治出现极大的危机，对美国依赖深重的军事来源一系顿失，深知国防力量再也不能过度依赖其他国家的协助，因而产生国防自主的共识，进而有了发展自主性国防工业的念头，而国防工业储蓄制度就在这念头下开始萌芽发展。有了这个制度，正当面临兵役问题的学生们能够有另一个更加的选择途径，以另一种形式将自己贡献给国家，也能延续自己的研究。在我担任专案计划审查委员会的主席这七年半的期间以内，不论是年度的用人单位的训除人员员额核配审查，或者是年度绩优用人单位和绩优训除人员的选拔会中，我均能领导所有参与的审查委员们，在专业、公正、公平、公开、无我且利他的方式下达成共识，圆满地完成任务，也普遍受到公司部门全体一致的好评。这个是我们全体委员会的委员们均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大功绩。因此，在这七年多期间内，1000多家不同的用人单位和上万的训除人员之间，也确实曾经发生过因为误会而产生的摩擦、抱怨和不和。这些申诉案件幸而在我们国防部、经济部、劳委会、行政院科技顾问组、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的委员们所组成的团队通力合作下，完全遵循国防工业训除预备军官士官甄选作业要点的相关规定，以兼顾合情、合理、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充分的沟通、成名、协调顶赖，终至于圆满的达成两造双赢的结果。迄今没有任何一件需要告到法院才得以解决的个案。我们真的应该给这个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按一个赞字。本院于58年草创时期，由于国内国防科技人才缺乏，获得不易，科技人才来源以多元的方式禁用。本院自69年起到93年间，共计禁用训除人员1764员。这些训除人员呢，成为本院研发的主力。训除人员的启动与中美断交及817公报的发表属于同一个时期。当时在国防自主的政策指导下，大力推动天宫、天剑、雄风飞弹与金国号战机等三弹一机的研发。训除人员就是当年的研发心血生力军。这些计划先后顺利完成，并借由这些武器系统协助国军维持了近20余年的台海安全。对于训除制度的整体评价，国防训除制度正好给这些专业研究所毕业的人员在专业上有发挥的舞台，可以使许多想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致因为兵役的勤务而导致研究工作及特殊技术的荒废。另外也提供了机会让许多有志之士投入国家所需要的技术研发工作，而且不会中断学习，对于个人及国家均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我在民国95年10月的时候进到公营院财化所服国防役，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国防役训除制度是非常好的，让我们能够学有所长的把自己的专长应用在国防科技的研发上。我从95年10月起加入工研院机械所参加国防训除制度，那这些都要感谢国防训除制度提供我这样子的一个研发平台，让我在学校所学的能够快速的引导进入职场，完成我上级赋予我的任务。那也感谢国防训除制度的这个平台，让我完成了人生中的这些一些算是大事的事情。谢谢。我在民国93年10月加入国防训除制度，
那主要是感谢国防训除制度，那让我在这边学习到很多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或者是技术的一些发展。那在这国防训除制度期间呢，小弟也很荣幸连续四年都拿到国防训除机优人员的一个奖项。那也感谢这个制度让我在这边学习到很多的一些事情啊。谢谢。好，工研院在国防训除制度推动民国69年开始，我们就禁用国防役的人才，总共禁用了3978人，到目前呢还有927位的同仁还在职。那在工研院组织成长的阶段呢，这群优秀的人才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而且稳定的人力来源之一。那他们因为有6年的时间可以比较安心而且专注在研发的工作上面，所以对于科技研发的成果非常的丰硕。那有3000多人离开以后就到业界去，成为产业技术扩散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我们非常感谢政府有这样的制度，也很荣幸可以跟国防部长期以来的合作，而且可以做人才的培育。我们也很感谢可以对于台湾的科技人才有一份的贡献。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在国防训除制度呢一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主要的角色，第一个呢，在制度的发展的策略上面，它一直是科技政委主导的一个方向。那大概在87年的时候呢，首次把国防训除制度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人力资源放到民间产业来扩充研发人力的实力。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在近几年也顺利的协助了国防训除制度顺利转型为研发替代役。大概在民国95年的时候，就配合整个行政院的兵改制度呢，决议就是说后续由研发替代役来替代国防训除制度的推动。所以于是乎呢，科技顾问组这个时候又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整个制度的管理还有方向，让制度可以很顺利的从国防部移转到内政部，也就是说让所有的用人单位他们可以在没有感觉有任何变动或损失的情况之下把这个制度顺利的衔接到研发替代役。那整体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它创造了三赢的局面，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力资源的好的政策呢，所以产业在发展的时候它有人。那另外呢，从个人的那个生涯规划来看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训除人员也因为他们投身了国防训除这样的制度，所以他们随着这样的制度呢，在产业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做了他的职涯有了升迁，甚至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未来哦。那产业用人有人，然后有精英，然后我们的精英又有一个很好的职涯的发展，所以于是乎就创造了我们整个台湾过去30几年经济的一个成长。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制度非常好的一个力量。经济部在国防工业训除是在民国88年这个扩大民营企业去参与国防训除制度的时候开始比较扮演重要比较吃重的角色。那到88年之后呢这个是属于第二期呢，一共有9年，这9年中间分2段，前段的4年呢是经济部负责扩大到民营企业来申请运用的时候做主导做初审的工作啊。那么4年之后，因为这个立法院监察院要求他释法性要加强之后呢，才统筹依据国防部主管的国防法的法规呢，才由这个移请国防部啊来统筹办理。所以在于后段第二期后段的5年呢，那经济部就转换为协办的角度在于这个核配审查是协办角度。有关国防工业训除制度开放民间企业能够适用它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效益
非常大的效益，特别是当然还是以人为核心啦，所以国王训除制度变成他适时的啊，在这个机制上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大前提当然是直接间接对国防工业是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所以对于人力的有效的运用呢，它发展很多。同时呢，另外对于我们的高科技产业，特别呢，简单来讲是大家所关心的，过去十几年来，快速发展的两兆的产业，包括半导体、影像显示产业，还有其他精密机械啊、生物科技啊、数位内容啊等等的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呢、都获得了非常重大的支撑呐、所以说它不管是在人类有效运用来讲，或者产业的发展、科技发展，以及对国防工业的一个实力的奠基呢，都有扮演很重要以及非常大的贡献的一个角色。那对我自己来说呢，在毕业之后，那当然我们会马上面临所谓的这个研究中断的问题，对吧？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做一个博士，那它不是一个结束的一个阶段，而是说我们把好不容易一些很多事情做出来之后，那后面一定还有很多的发展性。那如果再这么生硬的 cut 两年掉的话，当然说那时候是两年了，那很明显两年后我们的知识就已经完全的跟世界脱节了，对不对？所以有训除制度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工作的活力这样子。那当然要非常感谢这个训除制度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继续持续我们的研究了。这当然当然还是需要依赖很多东西的配合，然后让我们自己继续发展。可是我相信这个是不然难说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事情。这个训除制度自从实施以来，本校总共有120人参与。那在这当中呢，我们总共有产生了9篇专利，同时呢有354篇的研究论文。那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对于一个年轻人研究所毕业的时候，他要踏入职场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他如果要在学术界的时候他留下来，他有经过这几年的沉淀，对他能够提早的进入这个职场，也就是进入实验室做研究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累积。那有一些研究的计划呢，是来自业界，他们呢也提早能够踏入这个企业界，也就是踏入这个工业界，去了解他们对工业界的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可以说是把年轻学者早一点带入这个业界，那提早来缩短这个学术界跟企业界这样的一个鸿沟。所以对整个学术界也好，对整个企业国家企业的发展也好，的这个贡献非常的大。我在日月光从事国防训除的工作。那在这段工作期间呢，主要参与 VGA Substrate 基板的研发设计。在整个研究发展上面来说呢，在日月光里面总共申请了20几个专利。那这二十几个专利对我未来的工作啊，还有职涯的发展上面都获益良多。我觉得国防训除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可以让社会新鲜人呢，可以在刚踏入社会的阶段呢，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对于未来的生涯发展啊，还有未来的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讲，都是非常有注意的。谢谢。训除制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对产业来讲，对政府来讲，还有对学生来讲，它是一个三赢的制度。那对日月光来说，训除人员他不但能够学以致用，而且可以从学校直接走入产业界，然后提供产业界高稳定度、高素质，还有产业所需要的人才。那对日月光来讲，也提供了我们技术跟工程很重要的关键的来源，那成果非常的卓越。那我们非常支持这样子的制度可以往
往后再继续延伸，制造这个政府产学的那个三赢政策。谢谢。我们公司真的要非常谢谢那个当年国防部有这个国防训练制度，让我们公司引进一些一些人才啊。那因为有训练制度以后，我们终于有开放一些名额给这些中小企业，那我们终于可以找到一些训练人员，优秀的训练人员，跟着我们公司的员工同仁一起去打拼啊。那这经过这几年的累积啊，我们人才的累积，让我们公司的实力研发，不管在研发方面、在销售方面、在产品开发方面，都有显著的成果。那让我们公司一直持续的在成长啊。那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个国防训练制度带给我们的这么多的好处，谢谢。那我从进来到现在其实已经十年了。那在这十年当中，我很感谢这个制度能够让我在我以前所学上面呢能够尽情发挥这十年。那在这十年当中，当然也为公司创造了不少的产品，尤其公司现在是主要都是在做一些立即性的产品。那在这十年当中，我也大概也有可能四五个专利。对，那这四五个专利的话，其实也都是在这十年当中，就是因为透过产品的设计而发想出来的。对啊，那所以我是还蛮感谢这个制度能够让我有这样一个发挥所长的机会。这样，谢谢。训练人员因工作稳定，故常能被单位委以重任，而四年以后常成为单位的重要干部。目前本单位四位主管当中，就有两位是训练人员。在此很感谢国防训练制度提供专业的优秀人才，能够让华邦电子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快闪记忆体公司。我其实觉得我个人很幸运，能够在2012年从训练制度这样子的角度切入，然后加入万宏电子，然后也成为他前瞻技术实验室一个很重要的一员。能够走到这样子，我非常感谢公司经营层，也感谢训练制度能够提供这样子好的机会。我也的确尽我的所能运用这个机会，把我的能力发挥到最大，也谢谢。国防训练制度的一个优点，第一件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策略性，这个一个大的策略战略对的话，那整个的一个国家是蒙受其惠的。那第二个要配合这个制度能够成功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用人单位的这个叫做坚持，这个坚持就是这个用人单位提供一个所谓的舞台，让这些国防训练人员有机会在他们所学校所学之下呢，很能够继续有一个机会持续把他的研发工作能够持续下去。那这两个结合呢，展现出这国防制度呢对于这整个台湾的一个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经过这将近30年下，你可以看得出来，慢慢的这些从国防训练制度之下培育出来的这些人才，已经慢慢成了现在科技业的中间分子。那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个科技的发展，他们便是最后的一个最大的主力，而也期望它就是一个将来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栋梁。